谢谢三军一队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出。
可来宾是不是以为国军只会一板一眼的呢？现在我们要颠覆大家的印象，接下来将由三军人形亲友带来一系列任务，让我们大家给他们热情的掌声。上面有一个掌声，我们一起拉手。